上就是有头的吗？真的打雷了Thank you.
确实对了。呢啲唔係吸廁所嘅，你先改啫。嚇？呢啲係吸廁所嘅啫。咩啊？多謝你啦。個電簽得啦，咁佢又話公開又話。
你跑那么久了。2000-2300，是不是啊？
十蚊喎，五十蚊。你哋先咧，我第日煮煮幾隻。係啦。13点。拜拜。
你到初一之後啊，冇。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，咁啊阿朗哥阿文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呢，台長西洋牛扒。嗱，咁我要介紹下呢、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。第一樣嘢，單手都可以食嘅，唉，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，咁西洋牛扒。咁咧，跟住又出比較得嚟苦蝦啦。仲有啲味蛋咧，係牛奶啊，非常非常之滑，冇完全冇澱粉出嘅。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，仲有面豉湯啦。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！咁大家嚟啦，跟住落嚟啊，一定要點啲味，台長西冷牛扒啊！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。梁錦祥風藝室同埋佢嘅節目，多謝大家。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